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，师父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用佛的智慧，那么就会得到般若。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呢，就是我们能够断除烦恼，得到解脱和自在。我们也常听到另外一句话叫五度如盲，般若为导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大家好。是，师父，什么叫做五度如盲，般若为导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？这是菩萨在修佛的过程之中所修的法门，每一门都能够啊解脱和达成一个阶段，一个目标，所以是每一门都叫做度。比如说这个六度的意思呢，也叫六波罗蜜。嗯，六波罗蜜一共有六个项目，也就是六度叫做。那就是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最后一个叫做智慧。嗯，也就是般若。那这个六个项目啊，都是要靠般若来指导的。唯有有了般若以后呢，这个人呢，才是真正的行的菩萨行。为什么？由于啊，般若能够使得自私的、自利的我啊改下来，从自我中心呢得到解脱。否则的话呢，布施之后呢，就希望啊得到回馈。不是我现在布施，哎，也许这个明天可以得到什么东西。我今天布施，也许呢，我可以得到啊名望，许多的人呢对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呢做了好事，所以善人好人。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心的话，那个布施不叫度。嗯，那布施只是布施而已，因为对自己来讲，他的自我还在为有所目的、有所企图、有所追求而做的这个布施，那等于是在做生意，拿了资本出去，对对对，准备要有利润，利润回来啊，至少是好像是存款吧，我存的天国的银行，那我上天国以后叫提款，我提款，我在天国去享受去，这个不是般若，这没有般若在里头，这个不叫度，这个呢是有取有失。有取，也就是说有给有取，这个还是交易的，这个是一般的人是这样子啊。那持戒呢也是一样哦，持戒就是不杀生啊，不偷盗啊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啊，就是持戒是不害人。那这个不害人，希望自己呢能够因此而得到什么东西，得到恭敬，得到供养，得到好的名望，人家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，这个人是个大修行人，大家去拜他，大家去恭敬他，我们叫做名闻利养。为了名闻利养而持戒，那这个为度哦，他是为了自我的名闻利养，还是有自私心、自我心在里面。自我心啊，这是为了自我而去持戒的，这没有度，没有从自我得到解脱的。精进也是一样，精进就是很努力的布施，很努力的持戒。忍弱也是，忍弱呢，就是我能够忍一口气，
人啊，人在屋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？我低头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你的考试考验，考验以后呢，我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啊？那这是还是有目的的。人说小不仁则乱大谋，你大谋谋什么？为己谋啊，为他谋，为个人谋啊，还为众生谋。嗯，那多半的人是为己谋，这也不是度，这是忍若精进。嗯，然后下边禅定了，修禅定呢，打坐。打坐希望能够一时间摆下自己的烦恼，心中不再混乱，那就叫入定了。入定只是希望享受那个定的一种快乐，就是定乐。这定乐谁在享受？自己啊，这是我。对，这也没有的解脱。所以说呢，般若就是这个六度之中的灵魂，六度之中的主导者。用般若来修任何一项，用般若的智慧来修任何一项，那都是无我的。但那才是真正的从生死的我执着凡夫的种种的烦恼而得到解脱，这个叫做智慧，那这个叫做度。因此呢，六度六度六度如果说少了般若，嗯，那我们叫做人天善法，就是人间天，就是生人间，回到人间，或者是生在人间，生到天上的这个善法。嗯，它但不是最究竟，这不是究竟本人的解脱。因此而说五度为盲，般若为道。嗯，五度如盲，般若为道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五度如盲，般若为道，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用般若智慧去修这五度里面的任何一个法门，相信呢都会获益不少。更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